上礼拜四的时候是还不足大约25,000的。我们是希望说能够在这个月底为目标了。大概缺口还剩多少？还是人都已经到了？我刚刚讲过，就是我们上礼拜四啊，因为我们是一个礼拜才统计一次啦。上礼拜四的时候是还不足大约25,000的。不过我想现在应该是情况又改善了很多了。有没有预划在什么时候要完成所有的人员招募？我们是希望说能够在这个月底为目标啦。不过这个要看看有些县市是不是有一些特别状况，那我们也都有密切的联系。